不会啊，这样子会很凉啊。坐在这边写。那来讲一下，就是这个案件的一个内容。好，十七日上午，本大队巡逻员警在巡逻时发现有部机车自头城交流道下来，那本大队的员警也立即前往驱车拦查。那经拦查之后，发现该名女子是47年是无姓女子哦。那了解之后，该名女子是误判交流道，那自宜兰交流道上来了。那我们持续的又透过 CCTV 监控之后，在头城交流道出口拦查到她。那经拦查之后，我们也将该名女子的机车及人安全的排除至平面道路，让该名女子可以安全的回家。那本大队也在此呼吁民众在行车时无论是不是在交流道，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的指示号志跟标志，然后避免误闯国道，然后造成不必要的危险，也避免受罚。